NBA 悲情英雄艾弗森当之无愧，网友太可惜了，在 NBA 的战场上也成就了很多的明星甚至巨星，但是也有很多明星成名之后却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。说到这里，那么今天我就要给大家讨论一下我们都知道的偶像艾弗森。 NBA 悲情英雄名单中在 NBA 赛场上的失意者不能不提到艾弗森，他是史上最矮得分王、最矮的抢断王、最矮的除了没有拿到 NBA 最高荣誉冠军戒指以外，他几乎拿下了 NBA 所有的荣誉。虽然艾弗森在 NBA 受到很多人的欢迎，受到很多人的崇拜，但是在很多时候 NBA 事业受到了很多人的不待见。76人队会把他送到掘金，掘金会把他转向到灰熊，